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肯伦。这是一部合作影片。有时你在玩一款挂机手游时，心中总会浮现一个想法：如果能在同一时间挂多个账号，那不就能在游戏中获得更多的资源了吗？但大部分人都只拥有一只手机，所以今天这支影片要来介绍一款好用的软体，叫做 UG Phone 云手机。可以让你在 Android 的云端模拟器上玩游戏，只要在 Google Play 商店下载的游戏几乎全都能玩。现在云手机除了支援 Android 手机，能让你在随时随地打开来玩，也有支援 PC 玩家，可以让你开启多个视窗分别控制。 iOS 的用户也不用担心，云手机也提供网页版供你使用。接下来影片会以 Android 手机来进行示范，在手机上游玩的是风之谷 N， 毕竟本频道就是以风之谷为主嘛，所以玩这款手游再适合也不过了。在软体运作时交出 UI 界面，可以在上面调整画质，就算你调到 4K 高清，云手机也能够以低延迟的网速来运作。但主要功能是在一只手机上多开账号，不用在使用电脑时多开手机模拟器来吃你系统资源。现在要准备在云手机上开启分账，游戏读取时也可以随机切换画面，让你在风之谷 N 里面能够在游戏中轻松实现双开挂机，这样本账就可以跟小号组队，只要把休息中队伍经验值、自动剔除休息玩家等的限制关掉，然后一起去新地图挂机，利用每天免费两小时的自动练功，让本账跟小号轮流开，尽可能达到最高的效益。如果玩到手酸的话，云手机里面还有个工具中心，里面有各种类型的游戏补助，例如 RO 新世代、艾如初见、精灵 N 和普通的自动点击工具。讲到这边都还是同一只手机哦，我的手机目前是 HTC U20 5G， 至少也是个用了两年的旧手机。影片的拍摄就是使用这只手机来为大家做软体的测试。从刚刚的操作中可以发现，每次切回本机时都会因为连线淤时而造成断线，之后还要等游戏慢慢连回来。但是云端模拟器24小时都在运作，完全不用担心断网的问题，随时都能够切换回来，让你轻松的挂机。如果以前想要在手机上双开，撇开能不能双开的问题，手机烫到都能让你在冬天里面当暖暖包使用了，惨一点的话手机应该会烧到死档哦，然后还会直接帮你关机，顺便帮助你提升工作效率。目前整个测试下来使用上是非常流畅的，为了体现云手机稳定性，我创一个特效华丽的职业，从一开始的新手，每一次的接血任务、过图转场，以及在游戏中施展的技能特效，游戏中每一次的读取是不会占用手机的效能。一个云手机的账号能开多个设备，像是比较主流的原神、明日方舟、胜利女神尼基、天堂 N 等等，能同时运作多个游戏，再加上这个软体，玩家们不用时常盯着画面，可以把它缩小，只要不强制关机、断电等，同一时间去做其他事情是可以的，不会消耗电量或占用网络资源以及手机的效能。不管怎么挂机都还没有遇到断线的问题，我是第一次使用这类型的软体，只能说这个东西还蛮方便的，颠覆了我对手机挂机的想象。只要你的设备还没到期，无论是你关掉云手机还是把你手机关掉，它都是24小时在云端运作，不用再担心手机的使用上会遇到耗电与过热的问题咯。至于要怎么使用，首先呢，我们可以在搜寻栏里输入 UG Phone 的关键字，点进去安装起来，安装完了之后启动软体，只要注册 UG Phone 的账号，再输入肯伦的专属邀请码KINLUN， 没错，就是 KINLUN。 新用户除了享有超长的试用时间，还可以获得777钻石大礼包，钻石可以在购买云手机时折抵金额，250钻石等于1美金，也可以用来兑换已购买云手机的时数，150钻石等于1天时长。各位可以先试用一下，看看合不合你的胃口，用完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常驻使用。好了，影片就到这里咯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大家拜拜。